那张牌是什么？一啊，什么一？梅花。梅花 S 对不对？记清楚，梅花 S。现在呢，天心姐把手摆这个样子，这个姿势。OK， 这个姿势放低一点。接下来把梅花 S 呢拿在手上，行吗？不能偷看呢。你确定我给你的是梅花 S 吗？确定。看一下好，看一下好。好。对，有时候信任别人是很重要的。OK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张，第二张牌是什么？黑桃一啊，黑桃一对不对？接下来第一次我会做慢动作，好，多慢的动作，像这样子，仔细看。慢动作的话是这样子，可以，这样我就会拿到梅花了。对，现在天线把它抓紧，抓最紧，超紧，不要让我机会拿走。OK， 现在呢，你那边是黑桃，我这边是梅花，仔细看哦。第二次是正常速度了，来一二三，再次，哦，抓得非常紧。好，来两张都进去，两张都进去。好，就天心姐你刚刚的观察，你觉得这张是梅花，这张是黑桃，还是这张是梅花，这张是黑桃？不用看，用猜的。梅花，这是梅花，是不是黑桃？已经不确定，因为你刚刚有放回去。已经换掉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两张，这张应该是梅花，没错。正常你会觉得这张是梅花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两张已经交换位置，会很恐怖。那你就厉害了。我就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展现一下我厉害的一面。接下来呢，我把这张牌拿好，然后另一只手呢，像夹三明治一样夹紧，夹到最紧，夹最紧，夹紧了。好，接下来不要偷看，好。好，那确定了，确定了，你们俩在眼神交流吗？没有。OK， 没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下一张张是什么？七，红心七，对不对？记得非常清楚。第二张是红心七，你那张是什么？刚刚十二，方块十三，方块十三，方块 K， 没错。好，接下来我这边有个透明的夹子，可以这边看一下。完全同，看到我吗？有。看到我吗？有。这种，好，我现在要把这张呢红心七，对不对？放到这个透明的夹子里去。不错，红心七。对。OK， 接下来呢，仔细看哦。就近。眼睛不要眨。整个过程当中眼睛都不要眨，尽量拍近点，没关系。这还不错耶！真的还不错，这还不错哎！哇，这是你的签名，仔细看一下。